阿念，来英国的这段时间，我又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。我记得你经常带我去小湖边看日落，看星空，去日记岛看日出。你说你喜欢画画，我就说。 要送你一座西光小屋，就是你送石笛的那个工作室吗？对不起，没有对不起，你兑现了你的诺言。曾经的那些时光真的很美好，因为有你在我身边。 现在的时光也很美好，至少我们都健康平安。那个时候我看不见，你却总是让我闭着眼睛感受日落跟日出的不同。千初，在我面前。 就是正在落下去的太阳，你能感受到吗？你说我的性格像日落，我说你像日出，总是充满着希望和朝气。你记得好清楚。曾经对我而言，希区而美好的东西。 现在已经可以轻松的拥有了，但是回过头去看这些年里的你我，还是觉得每分每秒都很珍贵。你拿了它，我们就永远不能分开。小念。 在一起，你真的快乐吗？其实最近我都看到了，你很努力的想让他回心转意，但是他，小念，你这个样子，我也很心疼。 虽然他有的时候像个孩子一样，可是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快乐。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是共欧能给你的，我已经给不了了。 我想通了，小念。看到你一直一直的给他发消息，看到你画漫画一张一张的拍给他看，看到你拿着充满着你们回忆的手机舍不得换，我就知道，我不能再用自己走不出去的回忆来困着你了。所以，如果他能给你幸福的话。 怎么？虽然我现在不强求你能回到我身边了，但我们还是好朋友啊！你可不能翻脸不认人啊！千初，对不起，但是谢谢你。其实还有件事，小念。
我想希望你能答应我。什么事儿？就是你之前画的那个漫画，记录了我们很多过去故事的漫画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要它的原稿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想好好珍藏我们的过去，可以吗？ 我现在可是算小有名气的漫画家了，漫画的手稿可是很值钱的，很贵的。我得考虑一下。你要是不给的话，那我也只能抢了。抢也没用。<笑>